着转着，这波咱来请朱老板哈。而且呢，要来感谢到咱龙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，咱的节目，老蒋也真气人哈。感谢我的五水新帅哥，给咱赞助。感谢五水熊帅哥，感谢五水中帅哥，感谢五水林帅哥，感谢五水贤帅哥，以及咱的五水梁帅哥，以上感谢，感谢咱的帅哥老板，当时张 Q 谢新的感谢心情，给咱赞助了一万干砖，另外是梦哦，好呢，头给咱阿龙去结婚呢，直接演出哦，哎呀，就得咱所谓帅哥老板，当时张会当身体健康如命好，事业成功会当好前途哦，哎，好嘢，事业顺利呢，会当愈做愈好，业绩长虹哦，啊，咱现场来宾朋友呢，如果有闲的时间。爱记诶，较侪来咱官宝大天府哦，甲咱刘总新参拜，能够有食有行去，有烧香有宝贝，啊，若有布施吼，一定有福气吼，互咱大家会当福运大赚钱。啊，有咱诶啊代表哦，代表着咱官宝大天府哦，代表阮诶江主奶奶英魂诶，啊，咱英华甲着咱观音王妃，感谢咱遮所有诶善男信女哦，大家吼咱官宝大天府诶庆典吼，大家拢足热心诶。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所以讲呢，每一出咱的庆典呢，才会当这么热闹，这么顺心，这么圆满哦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咱刘总先呢，我来庇护咱这罗华总地主，大家当事事顺利，事事顺心，求财得财，求利得利，和咱大家拢会当呢，啊，添福添寿，会当大发财，当大顺利干哦。谢谢，感谢，来继续。安排什么歌？练武功。好，来练武功。少年不公爱天下，十八当人拢袂散，已经三四年拢散袂落了吼。
好嘞，再来，屈武林木工，祝大家事业都亨通哦，来。